漂亮的甜点总是能瞬间俘获人的欢心，像钻石琉璃般清澈漂亮的琥珀糖，哪怕只看一眼，心情瞬间就能变好。五颗琼脂条提前用温开水浸泡30分钟，泡至软化透明，捞出放入锅中，起200毫升清水或果汁鸡尾酒，我这里选择了清水，如果是果汁就更完美啦。开小火加热，边加热边搅拌至琼脂完全融化，此时再倒入360克白砂糖或冰糖，搅拌均匀，继续小火边加热边搅拌，让白砂糖完全溶解后再煮1至2分钟。起锅倒入准备好的盘子，滴几滴红色、黄色、蓝色3种食用色素，用牙签或筷子调色均匀。如果选择不同颜色的果汁，当然会更安全。等待自然冷却或放冰箱冷藏凝固，成型好后就可以将它脱模，切成任何你喜欢的形状，放在阴凉干燥通风的地方晾3至7天。想更快点成型，可以将它放置空调房。成型好的琥珀糖有一定的硬度，但一口咬下去很容易就咬开，听声音真的嘎巴脆，超高的钻石颜值，只要白糖的价格，朋友圈随便贴一张就炸圈了。吃不完的装起来，放在阴凉的地方避光保存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在家试一下，拜拜。